化解咧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唔緊要嘅呢件事啊，其實佢都係受傷害，所以佢傷害我。神又俾翻我，神又醫治我。咁咧，所以佢講嘅説話咧都冇權柄嘅，唔會真係控制我，唔會真係傷害我嘅。咁呢個就化解壓抑又點咧？佢係好唔好嘅，不過我都唔想諗啦。我總之咧就係唔諗咧就搞掂噶啦。咁嗱，有時有啲人咧不知不覺化解咗都有嘅，即係佢去讚美神，讚美神係唔緊要啦，咩事都唔緊要。咁佢化解咗嘅，不過唔係個個都做到呢樣嘢嘅。有啲人咧就點咧？佢又讚美神喎，佢好喜樂嘅喎。但是他一陣間咧又會，哎呀，唔知點解又不開心了，或者容易被人傷害了，就是他嗰啲嘢壓抑了，他的情緒其實未釋放，咁佢咧就變咗好難，好開心啊、輕省啊，亦都容易受傷害嘅，同埋會發噩夢嘅。咁你覺得你係啊，即係釋放咗，係啊，真係釋放咗啊，定係都係好似個人唔係好自由？我都想講一講咧，一個要點啊，就係講到乜嘢咧？人咧，你通常見到小朋友好釋放嘅，即係通常啊，冇俾人傷害嗰啲小朋友啦。你俾佢食好開心，好開心笑啊啊跳啊，或者有咩咧啊，即係開心嗰啲小朋友好容易會 hopping 嘅，即係你點啊？即係跳啊跳啊咁樣樣。咁有啲小朋友係冇嘅。即是開心的小朋友有，輕鬆的小朋友有，同埋佢哋容易笑啦，容易開心啦，好開心咁樣嘅。咁咧就而我哋發嗰樣嘢咧，就係開心嘅小朋友咧，開心嘅人咧，更加容易令人開心嘅喎。原來一個生命嘅提升咧，就係我哋能夠做翻一個開心嘅人，同埋一個真誠嘅同人溝通啊，好坦誠嘅回應啊。但很多人長大了不是的，很多人長大之後就變得壓抑啊，山陷 OK， 有很多人呢就是他是已經不再懂得笑，不會說很開心，是即是裡面的情緒已經失了很多的，他不會特別開心啊，不會特別輕省啊，這樣呢就會慢慢即是啊有些感覺不能夠再經歷啊，亦都會個睡覺呢是發夢呢都是一些不好的夢啦啊，容易受傷害啦啊，容易被人激親啦。其實呢就即是你看到啊，成年人都好多種的喎，有些人是不懂笑的，有些人是沒有反應的，沒有感覺的，他已經沒有感覺，他告訴你沒有感覺，但有時他不知道，或者他壓抑了。其實這個不是神的心的，神的心叫我們回轉好像小朋友，就是輕省的，就是說我是被愛的，我是寶貴的，我是重要的，我開心心的，我整個生命 是可以發揮的，就是這個開心的生命啊。嗱，呢種基督徒啦，好多人覺得成人咧就唔應該係咁嘅，成人應該即係唔係笑得咁緊要啦，即係好似擺呢塊面啊，咁啊先夠成熟啦，即係咁呢個咧，其實係一個錯覺啊。咁如果我哋能夠輕鬆啲小朋友咧，係更加嗱，我唔係叫你好似真係小朋友，哎呀有得食啊，係咁啊，即係嗰種唔係嗰種，而係咧係哇見到你笑我好開心啊！我見到你咧，同你傾偈，我聽到你講啲心中嘅話俾我聽，我覺得好開心啊，好感動啊，咁樣又會感動啊，咁樣咁呢一種嘅性格咧，係容易令人容易接近嘅，亦都容易影響人嘅，即係好似小朋友，你發覺小朋友有時會改變一啲好固執嘅人喎，有啲開心嘅小朋友咧，佢嗰啲輕鬆係會改變一啲其他嘅人嘅，咁我就鼓勵大家去即係點樣去醫治好自己。靠住耶穌醫治好自己，就將嗰啲傷害放手，唔放在心上，能夠輕省喜樂平安啊！咁呢個係需要一步步醫治嘅，即係首先見到啲好嘅嘢，又感謝神，又笑下哈利路亞，即係諗下，哇！真係好好嘅喎，哇！感謝神，我有手指真係好，有手指功真係好啦，因為試過手指功傷嗰時咧，扣樓真係好麻煩嘅喎。感謝神有手指功啊！感謝神，我哋有感情嘅喎。
啊，真係好啦！咁有神咧，我有眼，我睇到啲嘢啊，好食嘅嘢，見到花草樹木，我會覺得好靚，同埋啲顏色真係好靚好靚嘅嗱。我嗱，如果大家你可以去下香港公園啊，即係香港公園上高有個雀籠啊，啊，有幾多個去過啊？呢度雀籠上高有個大雀籠可以入去㗎。唔係香港公園啊，喺金鐘上高嗰個啊，有幾多個去過 ？OK， 唔係動植物公園啊，係另一回事㗎，係一個遊得啊依、這個鳥啊嗰支叫唔知叫遊得鳥籠啊，即係遊得總督嗰陣時整嘅。咁咧佢咧就你可以入邊，因為佢啲雀仔好近㗎，你可以睇到好靚嘅顏色。嗱，當然世界上仲有更多。顏色靚嘅雀仔同埋咁多洞，即係好好得意嘅雀仔啦。咁就算麻雀都好靚嘅喎，你睇佢嗰啲黑色、咖啡色咧，夾埋嗰啲 pattern 係好靚嘅。咁咧就你就哇，原來神做啲嘢咁好啊！或者啲嘢食嘢，咁你食嗰陣時候哇，即係嗰啲味咧，菠蘿嘅香、芒果嘅香啊，啲飯嘅香，即係不同嘅食物嘅香味。都是很好的，有些人呢他喜歡落很多調味品，我不喜歡，我喜歡他本來的味道，我覺得更好，即是神造的本來的味道。你越欣賞呢又開心呢，也都有人能夠傾訴內心的事，傾完開心的。我想問大家，你有沒有人你可以傾訴得開心，輕鬆開心，輕鬆能夠講 心底話的，有沒有？這裡有幾個人有這樣的朋友啊？OK， 咁就主要有幾個有，咁即係有其他啲未有啦嚇。咁我都希望大家喺呢度咧可以建立到一啲友誼啦。啊，唔係有壓力嘅，即係友誼呢樣嘢係自願性嘅，即係你有時啊傾下傾下祈禱啊，發覺咦同嗰人好夾喎，咁大家傾下偈啊，啊一齊約埋去食飯啊，去行下地方啊，咁呢個都係好嘅，因為啊其實我哋中間有啲人都係單身噶嘛，咁咧就。你有你單身，我有你單身，咁啊個個自己做單身，但大家做好朋友，咁啊大家會有啲伴侶咯。咁嘅時候咧，你有啲傾訴啊。嗱，我同我太太咧，即係乜嘢心底話都可以講嘅。咁呢個係會有開心嘅事。其實喺我人生中咧，不同時間我都有不同嘅人可以傾啊。咁呢個係感謝神啦。作為牧師咧，我又同啲人嘅關係好啊，所以同邊個都可以傾下偈啊咁樣。咁呢個都係。禮物嚟嘅，咁個人越係能夠咁輕鬆，又能夠享受，又能夠笑，個人就更加自由啦，即係回復翻嗰種本來嗰種喜樂。將來去到天堂，我哋就個個都會變得咁，但唔係好似小朋友嗰種失控喎，係有小朋友嗰種笑得咁開心喎。嗱，我其中有一個經歷咧，好特別嘅，有一個人咧，我識得佢又見到靈界喎，佢見到天使喎，佢好特別喎，佢話我見到四個天使是我的天使，佢的天使啊。佢話佢一擰過嚟，我好驚訝啊！佢話咧，佢個身材好高大啊，但一擰過嚟咧，好似個小朋友咁嘅樣喎。即係佢嗱，佢呢個佢嘅經歷啦。即係嗱，你大人同小朋友係唔同啊，個樣咧係好啊，即係 B B 啊咁樣，好得意嘅。即係點解會天使會咁樣咧？咁嗱。咁呢個係到底佢形容啦，即係點樣樣我唔知道啊。但係總之喺天堂咧就係咁輕鬆嘅。咁所以呢個回復翻嗱，你即係話啊，我都想回復翻呢種童真、開心，真係享受。嗱，我自己都發覺有時我要叫自己享受過。有時咧，譬如去睇雀仔就掛住影相啦，就冇享受啊。咁啊都留意一下啊，人做嗰啲好嘅嘢，我又享受啲食物。特登嗒真下啲味，有時咧食完先話：哎呀，只先冇嗒真啲味添。咁啊，可以咁樣享受嘅人咧，神都係想我哋嘗下主恩嘅滋味喎嚇。咁咧知道佢係美善喎。咁我哋嘗得多咧，又感激得多咧，又同人開心。嗱，我特登次次都有啲開心歌啊嘛。咁你哋可以開心拍掌，可以跳下咁樣嘅喎。咁個人咧都會回復翻小朋友咁嘅樣式嘅。咁嗱，呢一樣嘢都係可以帶嚟醫治嘅，即係釋放其中一環啊。嗱，頭先佢講到嗰個釋放醫治有不同層次。嗱，我可以形容啦，受傷害嘅層次啊，嗱，有啲係嬲到要爆嘅，要打人嘅，好嚴重嘅。咁又第二種咧就係、是、啊，俾人激親就容易鬧人嘅。咁啊，再一種咧就係、是。
即係佢裡面咧谷實曬啲嘢啊，但係佢又唔出聲，但係你睇唔到佢嘅，但係咧佢裡面咧其實谷住嘅。咁啊，然後咧個人咧可能係普通平安，但係其實咧裡面都係唔係咁開心嘅，即係唔係咁釋放嘅。咁有啲人咧就係、是、祈禱就開心，唔祈禱就好似又一個人咧嗱，譬如好簡單，你翻屋企啦。咁你同我哋呢度嘅教友分開嘅時候，始終譬如你同某人一齊坐車啦，坐到咁上下你自己一個人噶啦嘛。咁你嗰一陣係咪會覺得啊冇人同我一齊喎，好似孤單咗喎，好似冇咗就先嗰個陪伴喎，就覺得好似自己一個人咧，好似失落咗啲嘢咁咯。咁因為你會喺嗰陣咧，你都好享受嘅，享受神嘅，喺即係一個人獨處又得，同人一齊又開心嘅。咁呢都係我哋可以追求嘅，去到一個位咧，就係話個心境時時都係平安喜樂、輕省嘅，係滿足嘅。我係個滿足嘅人，我係一個開心嘅人，係一個豐盛生命嘅人，即係有程度嘅釋放到，即係冇乜所謂。譬如嗰個曾經傷害我嗰個人，我特登，其實佢係一個傳道人，佢係真係做咗好多侍奉，係好好嘅。不過佢同我同埋同幾個牧師相處都有困難，佢都係比較容易批判啊。咁咧就，但係嗰樣嘢係佢責任，唔係我責任。佢咧就其實佢幫人真係幫過好多，係點樣幫？即係佢係好熱心幫人嘅。咁我前幾個月咧，我有機會去到嗰個地方啦，可以去探佢。不過佢已經好病。咁我就特登送了一隻碟俾佢嘅，一隻即係嗰啲金屬嗰啲碟啦。咁我刻咗啲字咧，就話咧，耶穌會紀念每一個俾一杯涼水、一個小子嘅人。耶穌，你幫助咁多人，神係好喜悅同埋紀念你嘅。咁我送俾佢。咁我希望佢能夠睇到啦，但係不過去到佢嗰時，佢有睇嘅，不過即係其實佢有幾清醒，我唔係好知道。咁但係個事即係佢已經過了這個時候，不過呢我依然是想能夠做，我希望他某個時候清醒，可以再看回那些說話啦，這樣。那這個都是我的心啊。還有另外有一個人呢，他是曾經因為他是傳統教會反對聖靈工作，就是因為他逼迫，那而我離開了傳統教會。其實他現在的樣子我都不記得的，不過如果我真的見到他的時候，我還記得他的名字。如果我知道是那個人的時候，我依然會走過去跟他說一些祝福的說話，即是我的心裡面已經覺得，即是我不需要生氣他，反而是他是即是他當時的逼迫是不合理的，因為當時我在教會帶來很多好更新，還有很多人信耶穌。那時教會是由一堂崇拜變成兩堂崇拜，而那些人是很活躍、很興奮、很開心的，就是今天那個教會的，是跟現在是不同的。咁咧，但係咧就即係佢當時嘅逼迫，咁結果我係離開咗啦。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唔緊要，呢啲一切，即呢個佢嘅責任嚟嘅，唔關我事嘅。而我只係見到佢，我就祝福佢。喺我心裏面已經唔再介意一切，因為其實我出咗去咧，仲個侍奉更加大，去影響更多人。咁呢個都係咁我裡面係有處理嘅，即係一路話唔緊要，神會祝福我嘅，神又喜悅我做嘅嘢，我總之提升我嘅生命提升就可以噶啦，咁樣咁我又親近神，就個人就鬆啦。但我都有一段時間咧，個心係揞住同埋驚啊，係自己驚啊，無緣無故驚啊。我唔係諗到嗰啲人喎，係自己無緣無故驚嘅，係有一種好似一種壓住嘅感覺，一種驚嘅感覺出嚟，但係就唔係驚某一樣嘢嘅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，即係總之咧係一種嗱，無論係驚或者唔開心或者壓抑，總之係唔舒服嘅感覺、唔開心嘅感覺。呢個有幾多個人有試過呢種情況㗎？即係會有時個心裏面出現呢樣嘢。咁呢樣嘢有冇處理好咧？